迎接高市长回新竹就职。正在地检署外举牌声援高虹安，卷入诈领助理费案复讯到清晨，死忠粉丝等到他离开，一度以为是素人声援，没想到这张照片被四叉猫转贴，两年后掀起风波。四叉猫贴文曝光，说9月13号被网友点名，写下曾经我也被四叉猫肉搜，多少的侧翼粉专护航四叉猫都成为帮凶，就是这两句话让四叉猫跳出来办案，说2022年四个自称新竹市民的热心民众举牌声援高虹安，左二写下女生两个字，疑似就是这篇贴文被怼好入座。四叉猫在巡线追查钟欣瑜到底是何许人也，曝光了一份新竹市府人事动态，发现举牌后不到10天，这个钟欣瑜就任职新竹市环保局行政科员，让他大酸，以为去声援原来是面试。从钟欣瑜的脸书贴文可以看到 po 文还很活跃，除了民众党活动之外，时不时穿插市府宣传。新竹市府低调表示，钟欣瑜因为个人生涯规划已经不在市府任职，目前仅有民众党党职。9月28号，高虹安最新现况帮新竹市议员李国章庆生照，看似心情愉悦。不过现在被四叉猫揪出的人事巧合，恐怕要让高虹安再继续低调一阵子。三立新闻张浩义、许佳瑜新竹报道。